直顺时针下去。对不起啊，太大声了啦！你还在吗？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把他拉回去，我需要点时间啊。那我只好跟观众很缓慢的念那个：“这是一场双人冒险，独自一人是不可能完成游戏的。各自选择不同的玩家试点，什么是试点？然后你们可以通过面对面。”电话或在线聊天来解决谜题，游戏本身是不需要连接网络是什么啦？为了最好的游戏体验，请不要观看对方的屏幕什么屏幕啦。不过如果你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并且需要提示，那偷看，他说他允许作弊偷看你的萤幕您可以通过点击拖曳旋转或使用鼠标滚轮啊，还要用到滚轮哦，来进行游戏。如果您和为什么他一下用你一下用您，不能专统一一下吗？如果您和您的朋友打算使用即时通话软体来进行游戏，我们建议您使用 Discord 或是 LINE。LINE 可以哦，为什么 ？Discord 也是寻找队友一起进行游戏的好地方哦。哦，哎，我都念完了，你好了没啊？没啦，等一下啦。主频道影片，你再见了。啊，你把主频道影片全删了？没有啦，我是先把答案拉回来。你怎么那么想不开？你要去卖 QQ 蛋了吗？一起卖喽！啊！可是现在还没解禁哎、欸。你不是叫我选玩家二吗？我都可以啊，所以我玩家一哦。好，你是一个玩家一号，请确认的队友是否为玩家二。等我一下，我进来，然后跳过，选择玩家二。好了，我准备好了。好玩，开始游戏。好来。今天你和你的朋友收到了两个奇怪的包裹，每个包裹里都装着一只旧怀表。你有在？哎、欸，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嘿。它当掉了。我好想玩游戏。我的滑鼠出现了。你和你的朋友收到来自 Emily Ram 的包裹。哦，所以我跟你不一样哎、欸。所以我们的包裹的那个人是不一样、就是。我说，我这边是写收到两个奇怪的包裹。我分别为你和你的朋友寄了一只怀表。如果你想玩这场游戏，就和他一起回到过去探险吧。记得要拧上怀表的发条哦 ，Emily。然后。再往下就是一个怀表，上面写的时间1917到1937，然后有一半 有一个一半的故事，他说什么现在我们的村庄，在之后的对话他纠正了自己说，然后第二行他全部都断掉了。亲爱的玩家一号，这只怀表是我做给妹妹的礼物，也是游戏的一部分，你如果想放手一搏，请邀请一个朋友和他一起进行游戏，把读到和看到的内容告诉对方。如果你找到我的妹妹，麻烦告诉她我很想念她，妹妹也是 Emily。我里面有一张纸，是被撕一感觉被撕个四分之，它四边都被撕过。它是写另一起失踪案件，经记者马克·迪哈尼斯。哈尼斯。据报道，著名的钟表匠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这不是英文呢、欸、，Larry。于昨日失踪，而他的姐姐 Emily 告诉我们，他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0:30。哎、欸，然后我有一个反面的环表，写 Emily 1915到不知道多少。欸、你这边的资讯跟我不一样，我这边我找到东西了，那怀表可以打开。我这边有一个时间是10:30，你把它调成10:30看看。十点半哦，你那个表是不是 Larick 的表？对 ，Larick 的。对，那你要打调10:30，然后你跟我讲那个旁边失踪的 Emily 是几点失踪的？调成10:30了。
我那你然后你旁边的报道，我那边 Emily 是几点？我这边跟你的报道不一样哎、欸。你那边有没有什么时间是可以让我调的？我看一下哦、喔，我现在这边有写一个报道是现在我们的村庄，在之后的对话中，他纠正他自己说，对他自己的说法，他之前在十分焦虑的情况下记错了时间，但是冷静下后，他确认并肯定时间是其实是一个半小时之后，因为我这里是最后见面到 Larry 可是十点半，一个半小时之后，所以你要调成十二点整，是吧？十点半嘛，一个半小时，实际上那最后一次一个半小时之后，对，十二点啊。好，所以你那边调十二点，该不会我这也是调十二点？我看一下哦，十二点好好久哦，我要捞到了呗，没反应、啊。他说您好怀表啊，记得吗？啊？上面那个要转啊！哎、欸，我的洞了啊！我要进去了，再见！我要进去了，再见！我的也动了，吓死我了！好了。Larrick 失踪于1937年，但这一切都始于几年前。第一章 ,2021。我的第一章是、哦、这是根据 Larrick 和我所知的那个世界所做出来的镜像。我回到1921年，然后呜、哦、会动耶。好了，我等我这个画面等你。1927了。我拖。哎呀，这里好像鬼屋哦。一起暴流了啊！哦，有了有了有了，我现在懂你的意思，就是它画面不止一个画面。对，三点到九点。三点到九点也太奇怪了吧？这个营业时间，它是我的也是三点到九点，跟你一样。它的这个时间好奇怪哦。然后还有一个景，看起来好恐怖。哎呀，那草丛是可以戳的哎。它进去的画面可以不要这么恐怖啊。新增收藏资料夹。你那里有什么东西？一个盒子。它可以动吗？它可以转啊！你刚刚说怎么转？我这边是叫你逆时针三，你都不要松手哦，逆三顺二，逆二，然后等等等，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它总共有四步哦。他然后你不能松手。好，你说。逆时针三次。好，一、二、三，再来。顺时针两次。顺时针两次了。逆时针两次。逆时针两次。一直顺时针。顺时针几次？一直顺时针下去。我要干你娘鸡掰！我要干你娘鸡掰！我要干你娘鸡掰！哈哈哈！对不起啊，太大声了啦，刚没有干，那都那东西掉出来啊！好想看哦！我，你这，我这，要我，哎，我很少听到你被吓成这样啊，通常是我，没有，他音乐就是慢慢的，然后你觉得很抒情，噔噔噔噔噔噔噔，呛一下，哦，看，他不是，他不是很空，他不是很恐怖的东西出来，他就是突然那个，看，哦，烦死了啦。超好奇的。我这边那个有收到一张，好像是那一个火车的移动路线图的一半、哦、的一半。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再找，那这一个画面应该是解完了，我们再解其他画。我在猜那个火车应该是最后，我们要从这些地方找到碎片。可以戳它、欸，我可以戳它、欸。你现在是戳哪个东西？就是它跳出来那个恶心的东西啊，吓死我那个。我这边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火车，然后跳出一堆指示、哦、有人说你少女尖叫，然后那个什么，他给的那个资讯，就是那张纸，还有一个资讯，就有一个代码是00067。我在古井里面，我现在在里面，我现在有个梯子，我这里有，他感觉有，对，他是按钮，他有三个按钮是可以按的。我也是，可是我另外一半，他是下上下，就是。六公，它是六个按钮嘛，然后有三个可以按。我也是从左念到右的话是上下上可以按。上下上哦，你是哎、欸，你跟我倒过来，好，我是下上下，所以我给你倒过来。但问题来了，我们要把它弄成什么形状？它按了以后，它上面形状会变。
还是我们要把两边的形状都弄一样啊？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那边不能，已经不能按的部分的图案，然后我要调成跟你一样，然后我要这边告诉你不能按的图案。可是你把你可以，我刚破音，所以你不能按的图案是在左下角吧？我跟你是颠倒的啊，你是上下上，哦、那我知道，我是下上下、啊。那你先来，左下角是一个正方形的空白气球，正方形空白，有。然后上面是圆形空白，圆形空白有。右下角是黑色球，黑色的球，黑色。你说实心的圆形？对，实心的。好，好。然后我的左上角是实心的三角形。好。然后，下面是空心的正方形。好。然后右上角是空心的三角形。空三角。好，没反应。拉喽。拉拉看啊！哦，它可以拉吗？哪里啊？我打开啦，你按住右边的拉杆往下。哦，有一个，原来有拉杆哦。哦，你是谁啊？哎，我拿到右边的按钮了。哦，原来这是右边的按钮哎，我也拿到了。好好玩了，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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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我发现了某个秘密。您发现了什么秘密啊？我发现，那个怀你其实我们现在人是在怀表之中，你知道吗？哈？你回到那个火车的画面，你看现在是几点？就我们刚刚调的十二点啊。你现在是十二点对不对？对。你把画面整个往右边搬，一直右边，一直右边，然后整个转一圈，回到那个火车，往右边哦。啊！你有没有发现时间动了？好恐怖哦！所以我们要调到几点？我这边的时间，他开店的时间啊，哦，三点啊，好久、哦，好麻烦哦，好麻烦哦，好麻烦。三点，我们一直转的，你怎么会发现这种东西、啊？好猛哦！哎，我到三点了，我知道啊，我就拉。哎、欸，你怎么拉那么快啊？啊，就一直转啊。哎、欸，他开店了，我都开店了，我要进去了。喂，哦，好多时间啊、哦。当你发现你不能进店家的时候，就原地自转三圈，它就会开店了。我有一个收音机，它有52.5820111514101705可以调整。啊，跟你一样。可以。哎，我的月历可以选择时间啊。你那个报道上面有没有礼拜几几月月份？礼拜三。礼拜三。然后没有月。哼，它是1927年吗？没有写。哎，你去拉那个。最下面那一个，你拉一点点，它会有东西跑出来。哎呀，好恶心啊！我们要把它调到看得懂的字，是不是？对对对。好 ，Ramp 家族的长女 Animal Animal Emily 是一个出色的中将表。你是不是每一句都有断掉一半？因为我这边好像有一半。对。你从最前面那一个开始，你先从最前面那一个，因为你的上个月警方开始接到数宗报案，一些宠物失。我在52、哦、这边我这边失踪了，大多是年老的猫和狗，希望能尽快找到他们。哦，那我往下拉咯。欸，可是这感觉接不起来啊。Raven 家族的长女 Animal 是一位出色的中将。哎呀，我的也有东西掉下来了。为什么？好可爱啊、喔！蟑螂哦、喔，是一个棕色的中将表，也是一个发明家。他众多的作品之中，其中一件 ，Hello， 该你了。一件发出的滴答滴答的转动声，总是紧紧跟着他的脚步。就是旁边那个像蟑螂的东西吗？我觉得是。好，那我好，你就拉，对，好，往下拉。一个月前 ，Raven 一家搬到了这里，他们日以继夜的工作，才得以让钟表店于今天18号开业。18号哦，所以要18号，18号。有一只宠物在昨夜被偷了，这一次是 Jason 太太家。可爱的老牧犬，记得锁好门，直到这个小偷被抓住。一件怪事惊动了我们的村庄、啊哦，村民发现一群死掉的凯基。死掉的鸟散落在森林的地面上。
以后不用再走五公里去取信件了。现在是三月，之后我们自己的邮局将于月底开工。一只不寻常的白色渡鸟似乎一直黏着 Raven 家。黏最似乎一直黏着什么？黏着他们家最年轻的成员，希望他不要像别的宠物一样失踪才好。好，所以我们目前得到的是18号跟礼拜三。对。哎、欸，你去点那只虫，它会爬回去。真的假的？我要点。哎、欸，这 radio 吵死了。它后面的声音就一直是那个、欸，它后面的声音就一直是那个杂讯。哎、欸，它真的是蟑螂吧？是啊。好，我来拿那个，我看18号礼拜三。哎、欸，对啊，它也是写礼拜三，没错。然后刚是几三月吗？对，三月。哎、欸，它的啊，我、打开了，是什么？哎、欸，我有另外一半地图了。啊，所以那就结合那两张吧。哇、哦，等一下，你要我要背一下、哦。上上右右右，上上右右右，下下下下，好换你。右，然后嘞，一二三，上上，所以是右上啊、哦，右，然后上上上三个上。Hey. 然后右右上右，哦，好恐怖哦！可以不要这样。对，我也启动了。哦，火车来了哎、哦！我们要搭无限列车，上面有眼泵吗？